怎么哄男朋友开心呢？晨晨，有人这么叫你吗？哼，不在。生气中，不在。那我给你唱首歌，你就不生气了。一只狐狸呀，它坐在那沙丘上，坐在沙丘上，瞧着月亮。原来它不是在瞧月亮，它是在等放羊回来的姑娘。不开心，不开心，那能怎么办呢？先难发脾气了，我难逃其咎。切，好啦，晨晨，你觉得我傲娇吗？说实话吗？嗯，说实话，就这。听不懂，意思是不傲娇。那就好，不管你傲不傲娇，我都可以。我挺不粘人的，如果对方说分手，我也不会挽留。我粘人就行了，你搞这么沉重干嘛呀？分个头。去，操！不许提分手这两个字。昨晚有个傻逼不理我，现在还凶我。我以后不喝了。你这张图，好好看。像顾飞啊，真的，我也这么觉得，好阳光，这个好看。然后我发现你的名字 JC 又是蒋晨的缩写。切，顾飞和蒋晨的爱情就是相互救赎的故事。我这个确实有点好看。对啊，何止有点啊，简直太帅了。你在干嘛？看视频。我喝了啤酒。控制量啊。好，我怕我喝多了。你爱我吗？爱。有多爱呀？比你爱我的程度更深。切。你最好是，那你呢？你爱我吗？爱呀，可是我怕失去你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想哭。无语。哦，你是不是在学我那天喝醉了？学你妈呢？那我不说了。不说就不说，反正我已经听到了。我知道，晨晨会一直陪着我的。你最好是，好，一定。我想你，别离开我。好，不离开。不许。不许。今天到你了。像我上次一样，太可爱了。有点晕，怎么办？能有什么办法？我叫你不喝了，你也不会听。啊，你爱我吗？当然爱呀。